家中发生了变故。我可能会被送进育幼院。我会感到害怕。我会感到无助。我会一无所有，睁眼回到现实。有爸爸，还有妈妈，让我们过得衣食无缺。现在的我是无比幸福。我们有了想要帮助院童的想法，更高兴社福及育幼院的徐主任愿意跟我们接洽。我现在先跟你们介绍我们育幼院。我们育幼院的小朋友呢是3到12岁。那现在我们比较缺少的就是没有人来教他们一些才艺的部分。啊，不晓得这部分你们可以帮上一些什么忙呢？我们可以来教纸笛啊，就像我们学校从3年级开始就可以来学纸笛。哦，这样不错哎，因为我们小朋友现在都没有碰到纸笛这部分，但是我们没有这部分的器材怎么办？我应该会提供出来。哦，好，谢谢你们，那我带你们参观一下，好。这次我来到了这里，我不仅学会了怎么当指挥，然后以后遇到问题，我都会大声的说 Yes I can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学到了，就是在我们找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去解决它，而不是逃避、退缩，对着它不管，或者是去找其他人帮忙，然后自己就在一旁发呆。那像在之前，我就是像这样的人。从来不去解决问题。这个活动之后呢，我就变得更积极去找问题、解决问题。因为一开始他们是乱动的，然后趴着，就是遇到很多很多问题，就是也让我学的就是说，就是遇到问题要去解决问题，不是放在一旁，就是看别人去处理，要积极的去面对它。遇到困难不是只有逃避或是难过，我会把事情处理好，再自己想想看有什么需要改进，下一次再来改进。我会把这个活动告诉我们班上的同学，跟他们请他们来参加，叫他们吹纸笛。从原本他们开一点都不会，然后到最后面他们变得很会吹笛子。因为他们比较好动，所以呢
我们不能也不不能叫他们太安静，不然对他们来说也会不太好。所以呢，我打算下学期要教他们跳舞。谢谢。